江小果，作为上司，我给你三点忠告：第一，我不叫卖，我就出去巡。到了。还没有。嗯。我日式干啥啥不行，跟老板吵架第一名。记得，我要你问的那个问题。就是 DAU 和 GMV 和变现模式吗？ 最后一位面试者江小果，就跟人事说让他们改一下招聘启事，一定要注明经验丰富，不用考虑了。你看我还有机会吗？回家的诱惑即将夺目登场，等灰姑娘嫁入豪门。 我以后天天回家陪你，幸福的童话生活却变成幻影。刻薄冷漠的婆婆，这么倒霉呀、啊！居然你这么一个不会生孩子的媳妇儿，自私狭隘的丈夫，平时虽然好，但结婚这5年，我确实逆了反了。他苦苦维持婚姻，更在豪姐妹的介入下彻底粉碎。背着豪姐妹偷欢的感觉。 真的是，即便是一刻，介入别人婚姻的第三者，挣扎在情欲里道德间的男人。你好骚啊！我的肚子，你摔了个屁股墩儿，你应该屁股疼，不是肚子疼。那你为什么不能干给我？ 心愿消失也变。